韩国电影的 Pension 15日在首尔举行了试映会，除了主演之外，也有许多他们的亲朋好友到场支持。네안녕하세요영화더펜션이영진배우님통해서이렇게응원하러왔는데요영화더펜션은다른것그무엇보다도출연하시는배우님들만봐도영화가너무기대되고있습니다영화보고재밌게잘보고정말좋은소문많이 낼테니까요여러분들도많이사랑해주셨으면좋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演员金晨琳这天也来到现场替电影加油，有着韩国美魔女称号的她，这天打扮也是相当年轻，一点都看不出来已经51岁了啊！제가사랑하고아끼는조한철박해주조재윤배우가함께작품한더펜션영화잘보겠습니다네파이팅입니다대박나세요